you heard about me. I don'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欢迎观赏第十七期的普京之乌克兰之战，普京战胜。经过四个月的战争，乌克兰部队已经消耗殆了五万个军人，而且总共的死伤和人数达到十五万人。现在在顿内斯克的部队都是有一些新兵，没有经过训练，所以乌克兰现在正晚把基辅和白俄罗斯部队边境调往北顿斯克驻扎。乌克兰在战场上所死伤的部队都属于经验丰富的老兵，所以现在已经达到无兵可用的地步了。现在新闻证实，印尼的总统佐科前往乌克兰会见泽罗斯基，而且他已经携带了泽罗斯基亲手写的密函转交给普京大帝，宣称这可能是一场停战协议，现在正在等待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这方面的接洽。至于战事方面，此时俄罗斯的部队已经从蛇头撤出，听说他正在开放人道走廊，让乌克兰的粮食能够从黑海运往世界各地，这完全是解求全是粮食从乌克兰运往全世界的燃眉之急。所以普京和泽罗斯基双方面都有意思和谈结束这场战争，而且俄罗斯普京所开出的条件就是普京所指导的俄罗斯部队可以在24小时停止战争，不过乌克兰将接受俄罗斯所提出的所有条件，就是无条件的投降于俄罗斯普京大帝的手下。现在乌克兰的境内部队，就是乌克兰的第25旅空降部队，已经集体走向俄罗斯兵营，集体投降于俄罗斯。他们不想当作战争的炮灰，所以投降于普京大帝。第九连的官兵投降，其中包括了排长和指挥官，都全营投降于俄罗斯普京大帝的手下。他们在中尉的带领下走向俄罗斯军队的兵营，放下手中的武器。他们军队声称已经受尽了泽罗斯基的欺骗和抛弃，他们不想成为这场战争的炮灰，所以投降于普京大帝的手下。而且所以乌克兰的战争传闻曾经有25个人一天的粮食只有一个罐头，可想而知他们宁愿投降于俄罗斯普京大帝，至少三餐有个着落。试问饿着肚子怎样参与这场战争呢？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动，所以乌克兰在缺粮、缺武器、缺油的情况下，怎样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呢？乌克兰在乌东的战争这个部分，在卢甘斯克的部分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座堡垒，就是利西昌斯克，就是乌东的最后一座防御俄罗斯侵占的堡垒。至于俄罗斯的战绩，就是头两个月花的时间才成功的拿下顿巴斯克的马利波钢铁堡垒，而被乌克兰声称坚入堡垒的北顿内斯克，俄罗斯撤用了20天就把它拿下来了。现在俄罗斯部队又拿下利昌斯克，仅仅用了不少于一周的时间。至于这场战争，俄罗斯攻城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所谓是兵贵神速，这正如孙子兵法所言。随着马利波的堡垒失守，乌克兰的军队的心防已经完全溃败了，而且俄罗斯每天向乌克兰所发射的炮大约是5万到6万枚，而至于乌克兰部队向俄罗斯所发的大炮仅仅是1/10，只有几千枚，所以乌克兰在俄罗斯的大炮的攻势下已经胆战心惊，且战且败，部队还没有参与战争，大部分的乌克兰的军队差不多是 99% 的乌克兰军队都集体投降于俄罗斯部队。至于北顿涅茨克，仅仅用了少于1个月的时间就被俄罗斯攻下了。虽然这座被泽罗斯基称为斯大营的堡垒是在俄罗斯快攻少一个月就轻易的拿下了，所以在马利波堡垒和利昌斯克的轻易被俄罗斯部队的攻下，血淋淋的摆在乌克兰部队的面前。所以在俄罗斯进攻利西昌斯克的时候，乌克兰的守军每个都是吓得半死，还没打上大家已经集体投降了。至于这次的攻打利西昌斯克，俄罗斯是展开5路大军围攻利西昌斯克，乌克兰军队已经无力抵抗，更不管以基辅泽罗斯基所下达的不撤退任务，已经集体投降，集体撤退，纷纷都连夜撤退撤逃了。而至于俄罗斯攻占的利西昌斯克，就证明了乌军在甘鲁斯克8年所苦心经营的堡垒完全落入俄罗斯军队的手中。这些精心经营的堡垒已经一个一个好像拔萝卜的被俄罗斯所拿掉了，整个的顿巴斯已经在俄罗斯的掌控之中，所以现在摆在乌克兰的面前已经是更严峻的挑战。至于乌克兰还夸下豪言说在7、8月的部分要展开大反攻，可是现在乌克兰已经完全无招架之力，已经缺粮缺兵的状况下又怎样能够达到反攻。总共乌克兰在这场乌克兰战争上已经达到15万以上的部队的损伤了，现在已经是无兵可用，又如何能够组织大反攻于俄罗斯部队呢？仅靠西方部队所提供的重武器就想痴人说梦话反攻俄罗斯，简直是痴人说梦话，根本是海市蜃楼，完全不实际的动作和言行。随着利西昌斯克已经被俄罗斯部队拿下，所以俄罗斯下一个攻打乌克兰的部队的地区会在哪里啊？听说会汇集三军于首都基辅，而且欧美在 G7 的会议中提出 G7 会无限期的支持乌克兰，可是现在北约欧美根本已经没有经济才能完全继续支持乌克兰参与这场战争。北约与欧美各国在这场战事中，由于原油、石油、粮食等等从俄罗斯进口都需要用卢布，反而炒高了俄罗斯的货币卢布，而且国内的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好几倍，所以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支持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的无限期的持久战。如果现在照俄罗斯攻城的速战速决、兵贵神速的速度，至于在冬天的到来，俄罗斯普京大帝的军队已经完全可以拿下首都基辅以手中，成为普京大帝的囊中之物。
而且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工厂部队的强势已经暴露出俄罗斯部队的强悍的战斗力，而且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攻城拔寨，所以攻下基辅已经是没问题的事情。俄罗斯的强悍攻占力已经让北约和欧盟心惊胆跳，而且现在欧盟已经发言批评立陶宛不应该封锁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尔地区，生怕这立陶宛会拖累俄罗斯参与立陶宛的战争，因为北约欧盟不想参与延伸于乌克兰的战事，这会完全拖垮北约和欧盟的经济，而且北约与欧盟的人民已经经济负担沉重，完全没有法子再参与在任何的扩张式的战争中。所以欧盟的领头羊德国已经命令立陶宛立即从今天时效对加里宁格勒的运输限制开放，不应该封锁这里的运输，妨碍俄罗斯的军队运输任何物资于前线中。因为根据联合国的规章，任何封锁任何国家的运输线都是等于宣示于对他国战争，就是立陶宛的封锁部队简直就是向俄罗斯宣战，而且北约欧盟不想加负于这场延伸式的战争于立陶宛之中。所以北约与欧盟他们的底线就是希望乌克兰的战争只是局限于乌克兰境内，不要延伸于北约部分立陶宛和任何一个北约的地区开放战争，更不能延伸和蔓延到欧洲。而且面对俄罗斯的兵贵蛇速，北约欧盟都已经打退堂鼓，不想参与任何与俄罗斯部队的战争之中。乌克兰参与这场战争每个月需要$50亿，泽罗斯在会议中威胁北约与欧盟每个月都给予乌克兰大量的金钱援助，否则乌克兰无法获胜于这场与俄罗斯的战争。所以这场战争的延期会使俄罗斯与北约与欧盟在欧洲大陆发生接下来的蔓延性的战争。乌克兰现在面对财政赤字达到美元数十亿的美元赤字，乌克兰无法向俄罗斯能够卖石油和天然气获取大量的金钱，所以乌克兰只有无限期的向北约欧盟以及美国索取大量的金钱武器参与乌克兰的这场战事之中。所以这场战事之中，现在乌东已经 99% 是落入俄罗斯的掌控之中，至于想获取更新的乌克兰战事普京战争的战事的军情，请收看第18期的普京战胜。谢谢大家的收看第10期的普京战胜，谢谢，再见。